忙着冲事业，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他。大家都不在我旁边，就只有我一个人面对一个小生命，很寂寞。他父亲应该是2年前过世，那他最后一眼没有看到他父亲，我一直这点很愧疚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